今天姐姐又去小卖部囤货啦，最近乐吸管糖，每一袋都有五种颜色混合的口味，用来做泥会是怎样呢？赶紧拿来碗开开乐乐吧。一袋里面有11根吸管糖，但是为什么是单数呢？本以为会是10根或者12根，颜色倒是挺漂亮的，淡淡的，就是不知道这五种颜色都是分别代表什么口味呢？吃过的小可爱们赶紧来告诉我，我好解个馋。我也不猜落在何地，这一碗横七竖八的吸管糖要怎么把糖弄出来呀？用手挤感觉行不通，倒点热水看能融化不，结果好像还是不行啊，好像热水变得更硬了。碗有点小，换个大点的倒进去，倒点胶水，滴几滴卸妆水，搅拌棒搅拌几下，倒入仙女水，直接搅拌成型吧。发现这个好像不行啊，吸管太长了，拿来剪刀剪小点再试试，最后做出彩虹瀑布泥了，手感超级 Q 弹，就是泥有点浑浊了，放置透明之后会更美哟，留给你们想象吧。有小可爱留言说下期奖品想要零食，评论区留下你最想要的零食吧，我将挑选留言最多的送出哟。